己咱们这个优惠的这个福利啊，这药还不是说谁想吃就吃的吗？仿的那些中药汤剂，为了咱自己自身的安全，跟为了咱身边家人朋友亲戚包括一些接触者的这个安全，肯定是对咱身体是没有这个伤害的。您具体这个发到咱手里的话，咱自行去决定。